维护院子超乎的纯洁性是每一位院子的责任，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院士称号。如果一位院士，哪一位院士被金钱名利所诱惑，甚至其他的问题，偏离了学术和道德的轨道，学术和道德的轨道，甚至走上犯罪道路，必将会伤害到我们整个群体，影响的是整个群体的声誉，破坏的是院士群体的形象。绝不能让院士称号承载过多的非属学术的功利的东西，绝不能让院士称号头衔与无知利益挂钩。要杜绝院士称号滥用，规范自身兼职，杜绝双聘院士，杜绝以院士冠名非学术活动场所。成为院士要更加严格自律，加强对团队的管理，自觉顶着各种不良风气，做学术道德的楷模，让科学精神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。